给你们撕一个，我可喜欢看这个撕开的这个过程，是不是贼爽？嗯，过大年，德克士新出了一个叫什么大红大爆超大桶，今天带着我们三室两厅的所有，我们一起去吃吃吧 ，Go Go Go！ 我以为你停了呢，这么大，这都是我的啊，比我的头还大，大红大爆超大桶，还两盘子。那我们开吃，吃哪一个？吃鸡腿吧。这个脆皮炸鸡看着特别了，给你们撕一个。我可喜欢看这个撕开的这个过程，是不是贼爽？你说我德克士好像就脆皮炸鸡是吧？应该炸鸡最好吃。嗯，我这入乡随遇的。嗯，你看吃，这不是油，这鸡腿里面的汁水，汁水它特别放油，看掉汁呢，看到了吗？啊，皮子特别酥。你们最爱吃德克士的什么？炸鸡。嗯，好吃。你尝一个，快，你尝一个，这炸鸡太好吃了。这个是大红大爆爆浆芝士堡，看看，红色的面包，过年一定要红红火火。这个鸡排挺厚的，是鸡排吧？咱也不知道，咱也不敢问，是吧？除了吃，你一无是处。嗯，我以为爆浆是图片仅供参考，没想到真爆浆。说的也有道理，你真是我亲妹。我吃完面了以后，把那底下全包上了，你这汉堡汁掉了，还让我再蘸上。这边有这种金色的这种小絮絮点点，吃起来口感会更丰富。我突然发现他们的酱是两个颜色，哎，一个橘色，一个黄色，看到了吗？可能是两种不同的酱吧，蛋黄酱，喝个奶茶，大红袍，爆多料奶茶，料多到噎人。那你要不说买东西，你要不？嗯 ，OK 的。好，吃这个。直接给我看对眼儿，这特别像我小时候做手工的时候自己怼那俩眼。吃到一半，突然想起来要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馅儿长啥样。还有什么鸡肉串？啊，今年是牛年，所以做的造型都是牛。嗯，长得好看，我怎么抱走它？嗯，我发现对大口的吃饭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，但是咬小口好难。鸡肉肠那应该是，要芝麻尝尝。没有。嗯，我就说嘛，除了长得像糖葫芦，它没有任何区别。哇，糖葫芦酱，你们有多久没有吃糖葫芦了？有那味儿了，番茄味儿的冰糖葫芦，尝尝尝尝，番茄味儿的冰糖葫芦味儿的鸡肉肠，他们这个叫辣条红运薯，这下学聪明了，它这个吃起来就是普通风味儿，就是炸的焦一点。你们都吃辣条了吧？没有人能拒绝辣条，还是不能叫调味粉包，应该叫调味块包。嗯，吃起来还脆脆的。嗯，这从来没有吐的好糊，可怜的小宝宝。芋泥金栗烧啊，它像金牛，哎，它这个头上像个夸那种造型啊，是吧？不忍心咬它了，不忍心咬，不忍心咬它了。我嘴里这个，它头上的姜特别多，姜是芋泥的，然后这个馅旁边这个边边带了毛栗子，冬天一定要吃毛栗子，吃起来，吃，还热乎着呢。嗯，这好像就是普通辣翅吧，辣宝，你们俩那个比较特别了。还有一个带菠萝的，你吃你吃你吃，不用，姐姐给我吃。姐姐喝喝可乐，挺饱。好贵呀！哦，那是什么呀？咱俩是不是很像？咱俩一样，换个人。我现在有那种 PTSD 了，看到薯条想起了1998，那个薯角太恐怖了。
是柴，这可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了。好，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话别忘了点赞留言，我们下次再见，见大冰骷髅，冰骷髅，不爽。喂，是吗？真的吗？哎，我亲妹子居然愿意分我一口，这一口。好吃啊，真好吃啊，味道好香，鲜甜口的，而且它跟那个奥良烤肉的味道好融合，一点也不齁吃。吃吃吃，别吃了，直接给你买。嗯，就是你吃饱了也可以再吃上一个饱的那种爽口，一点不会腻。嗯，大不香，神不神香？好，我们现在位置是在外事学院门口，馍大家都吃过吧？凉皮儿大家吃过吗？馍加凉皮儿你们吃过吗？我现在本来想吃一个土豆片夹馍，结果一看他们家还有馍加凉皮儿，你去看看吧。Go go go！ 馍加万物的陕西系列又来了。我要一个擀面皮夹馍，再要一个鸡蛋花干土豆片夹馍。现在鸡蛋有点麻辣。麻辣。两个。两个都麻辣。这擀面皮是你的？可以尝吗？可以。对，妈的是我，一个擀面皮加一个馍，7块钱一个，还不错啊。我还是觉得土豆片夹馍更好吃。你喜欢吃种酸酸辣辣，你吃。我喜欢吃我的土豆片夹馍。开在城里的学校，我感觉特幸福，是吧？什么都很方便，然后吃的又多，又便宜。来一口。嗯，好想一口。麻辣的，再点点串儿，那个什么爆浆鸡腿卷，然后点了一个麻辣米线，现在了一个炸蛋，我先把炸蛋泡到米线里。啊，香不香？哦，这个灵魂。学校旁边的物价真的好神仙啊，这么大一个馍，里面加土豆片，加花苞，加鸡蛋，8块钱。花苞就是豆串，很细味，都很细味，还有卤蛋，炸蛋泡到米线上去。嗯，一会儿再吃它。这个馍就适合你跟你最亲的人去吃，太浪费了！千万不要男女朋友第一次约会去吃什么土豆片夹馍。我去要是男粉儿，饭都不吃在旁边吃。土豆片脆脆的，麻麻辣辣的，麻辣你要吃微辣。微辣那个酱汁没混进去，放一点点芝麻酱，我吃的是麻辣味。看下这个酱，在我吃这么多土豆片夹馍里面，我个人觉得最好吃的一种酱。嗯，大不香，生不生香？不用饭量，姑娘绝对饱了。啊、嗯，这个多少钱？看着吧，这么大面子，3块钱。嗯。我的炸蛋米线，嗯，蛋汁大，贝姐一口吃不下，这是两个蛋炸出来的，有了，豆皮海带，半个卤蛋，麻花，米线，火腿肠，青菜，还不错啊，一看就很烫，先吃个爆浆鸡腿卷，没爆浆，但肉超嫩，嗯。烤出来的，然后孜然辣子面这个味道，别重。嗯，忘了给他喊出场语，等等等等。嗯。我量稍微有点小，两口子，不是两口子。两筷子，嗯，3筷子，味道不错，嗯，3块钱的烤面夹，嗯，皮是焦焦的，脆脆的，脆皮烤面筋，你那这么大的烤面筋多少钱？
嗯，好吃吧？嗯，特别大，特别软，特别入味儿。嗯，烤面筋不错，好吃的，现场种草。八块钱的土豆片夹馍，八块钱的米线，三块钱的烤面筋，六块钱的鸡腿卷，鸡腿卷可以不用点，烤面筋必吃，土豆片夹馍必吃，米线也可以，8+8=16，19块钱，嗯，20块钱不到，吃这么美。好，那我们这期节目就这样，就是这样，喜欢小白小白点赞，我们下次再见。今天的嘴特别埋汰。